刚才我暂停了一下啊，要时间不够用，溜的这个段子拍时间太长了，一个里子啊不大，弄个七八斤。真漂亮啊，大鲤鱼过来喽，过来喽。看看米粒少啊，小空气器拿过来了。这大鲤鱼真漂亮啊，真胖乎啊。别装那个，要装点太熟，吃点白虾，要小青鱼。这个不大，这个青苗白虾了，我要吃。这么大，这玩意儿挺长啊。